在欧美市场，熊猫牌蚝油非常之受欢迎。但是为什么叫做熊猫牌呢？原来美国总统尼克逊1972年访华，中方送赠一对熊猫给美方，掀起一片熊猫热。已故李锦记集团主席李文达先生灵机一触，推出熊猫牌蚝油，还很受欢迎。